pew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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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pew. Hello，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主播呀。那么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毒评论，没错。那么从这一期的这个毒评论开始呢，到以后的这个毒评论都没有了。不啊，是这个样子的，是我们不会分平台了。比如说啊，这一期毒评论啊，优酷评论，人家下期毒评论什么什么什么地方的评论，不会这个样子了。我们要把所有的评论综合到一起。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？啊，因为这个更新的周期有些快啊，然后评论虽然很多，但是如果说你分平台的话，你每次能挑出来的其实真的不多，所以说我把所有的平台给融合在一起啊，每一期都会读到的啊，所有的平台的基本上，就这样，好吧？那么你们应该听懂了吧？对，你们应该听懂了。我最近的这个表达能力有些差，好像一直都表达能力都有些差啊，不管了。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第一条评论啊 ，Boy， 你是男的吗？东西还在。对，如果说我就算不是一个男的，我就算是一个女的，哎，不也不对啊，反正我东西还在，是吧？你要做一个女生的话，是肯定没有那一大坨肉的，对吧？我是一个男孩子，为什么我要跟你讨论这个问题啊？我这人有毛病啊！哎，看下一个啊，我妈问我她怎么不穿女装改披毛巾被了。这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啊，就是你这样跟你妈说，我不知道你妈会不会相信，你就跟你妈说这个不是毛巾被啊，那个是限量版的超人的披风。对，你穿上它之后的话呢，穿上它之后帅十倍，我编不下去了，我就编出来一个，我太弱了，天哪，我今天是怎么了，我编不下去了，算了，就这样吧，你就跟你爸你就跟你妈这样说好了。那是淘宝上面30块钱买的那种超人的披风啊。那么穿上那个东西的话呢，可以让你的这个怎么说呢啊，雄性的这种气息啊更加的浓厚啊，就不会看起来像一个女孩子那样了，是吧？因为之前带来一个这个假发，有点像女孩子，然后我再买了这个东西的话呢，啊，中和了一下，对吧？那这个样子非常合理的一个解释，我觉得，Okay, next， 哇，这个好长啊 ，bug， 你一口气念完这段话，刘奶奶去找牛奶奶买牛奶，刘奶奶说牛奶奶的牛奶不如刘奶奶的牛奶，刘奶奶的牛奶不断奶，刘奶奶的牛奶奶和牛奶奶。吵起来，吓坏了刘奶奶，刘奶奶大骂再也不来买刘奶奶和刘奶奶的牛奶。我知道这是绕口令，真的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段子好黄。牛奶，牛奶，牛奶奶的牛奶。虽然说我普通话这个小学过关了，你们也不能这个样子残害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读绕口令了，真的绝对不会再读绕口令了，我自己都不信。哎，为什么帅哥 boy 最近都在吃酸的呢？难道是兄弟大哥，你把话说完好不好？你这个下面可以引发一连串的感想、联想，特别可怕的啊！我给你们一个合理的解释，是这个样子的啊。我的视频里面不是老打嗝吗？打嗝就证明我的胃消化不好。胃的消化不好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啊，就是胃酸有点少啊，所以说我要
借助外部这种食物的这种来源啊，来补充我的胃酸啊，这个样子我在视频里面才不会打嗝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你们会想到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啊，我反正也不说了，好吧？你们想到什么就是什么吧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你们这群人太色情了。Boy， 你和逆风笑一起洗过澡吗？这个问题啊，我先说没有啊，先否定了，没有，不可能的啊，是这个样子的。上一次在上海的时候呢，对吧？啊，我在他的电脑的面前玩电脑，他在厕所里面洗澡，然后我就听到了那种男高音的声音，你知道吧？哇，当时就把我吓坏了，我说家里面没有其他人啊。这个声音是从哪个地方发出来的？然后就走到厕所的面前，就听到哎 baby， 就类似于这个样子的东西，把当时就吓坏我了。你说跟他一起在一起洗澡，那根本可能了，是不是？太色情了，我不敢想下去了，太可怕了。我在想一些什么东西？我最近脑子不太正常啊！对，没有，不可能。哎，手机到哪去了？喂，你看过笑笑的你们？来，我先说一下啊，大家不要想法子说是上这个评论，你们就是扪心自问啊，想问什么问题问什么问题，是吧？你不要刻意的去想一些这种问题来问我，是吧？特别色情的啊，这种东西。然后的话呢，我也说一下，大家不要说是啊，我要上这个读评论啊，所以说你一个人刷几百条啊，几十条的评论，这是没有用的，是吧？我就挑一些质量比较好、比较有趣的问题或者说评论，我们来读，是吧？先插一个话题，那我们继续接着这个话题啊，这没有办法嘛，已经选上了，我就稍微的回答你一下吧啊，看过笑笑的丁丁吗？这个东西我不跟你们说。不跟你们说啊，跟你们讲一个你们可以联想到后面的事情的一个东西啊，就是逆风笑，他是我见过的，就是我活了那么多年我就没有见过这样的人啊。什么样子的人呢？就是我每次去他那边家那边的时候都是夏天，然后第一次见面的话也是夏天去的，然后他这个人特别特别奇怪，当时他在机场接了我，然后就直接去他家了。然后你知道夏天虽然很热，是吧？但是你就算再热，你是一个大老爷们儿，你一般进门就算家里没有其他人，你一般都只就是把这个上衣给脱了，光一个膀子，觉得凉快，是吧？哎，逆风笑不一样啊！哇，逆风笑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把我吓坏了。当时我去到他家，一开门，他把鞋脱了，哇，噗，他先把裤子脱了。当时我就我从来没有 见过人这个样子，就是一进门脱先脱裤子，而且他不脱上衣，他只脱裤子啊。后面第二次见到他的时候，我问他这是为什么，他跟我合理的解释了一下，说的是就是蛋蛋太大了，然后天气热的话，你再穿上裤子特别容易出汗，蛋蛋多的问题。哎呀，本来就是个蛋蛋新人，特别可怕。然后因为这个样子，就是第二次去见他的时候，什么王老菊啊、尹星河啊，就是一堆人啊、基伦啊，我们那个时候约了去他家嘛，是吧？我已经习惯了，你看王老菊、尹星河一去，真的，我不知道你们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，所以说啊，至于见没有见过他小丁丁的事儿，你们就可以自己联想一下了啊，我就不说了，是吧？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。我记得穿苏格兰长裙不要穿 punch your bug 啊，当时五叔也发微博 at 我说啊，这个东西不能穿小内内哟，然后我就去问他。为什么呢？然后他就跟我说，这是这个英国的风俗。
为什么要这个样子呢？镂空很爽吗？小丁丁一直被摩擦很爽吗？啊，你要是磨破皮了怎么办呢？你要为你的下半辈子着想啊！就算我当到时候穿了那个苏格兰长裙，不穿小内内，你们也看不出来呀。不不，你们是看得出来的，但是那个样子又太色情了，是吧？所以说，为了你们的着想，再说了，我是坐着这个录视频的，我穿了那个长裙，我只能站起来给你们看那么一眼啊。对不对？我又不能说是把这个摄像头对着我的裆部啊！嗨，这是我另外一个小伙伴，他叫中国 boy 啊。那么由他给你做这个读评论，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吧？啊，要我真的样子这个样子做了一些视频的话，你们再也看不见我了。嗯，所以说到时候东西到了，我们再考虑吧。哈，哎，继续看一看。自从看了你的视频以后，一直很喜欢你。你要好好注意身体，不要长胖。希望你一直都那么帅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啊！我最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就是身上的肉肉越来越多了。但是我长肉跟柠檬笑长肉是一个性质的，是四肢啊，就是没有什么变化，肉呢都长到了脸上。和肚子上面，所以说我最近也开始锻炼了，到目前为止锻炼了有2个星期了，但是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，我不知道是我的方式不对，还是说是什么原因，我的肚子一点都没有减下来，2个星期，一点点都没有。你知道我拿什么东西作为参照的吗？就是，哎，我以前肚子大的时候啊，我这样一低头，啊，我看见了我的小伙伴。它的一部分啊，那么我2个星期下来之后的话呢，我还是一低头，嗯，怎么还是那个部分呢？啊，所以说，哎，可能是方法的问题啊。我们再过一段时间啊，我们现在是3月份嘛，啊，3月份、4月份、5月份是吧？到夏天我肯定会瘦下来的。而且逆风笑居然说他要去健身房减肥了。啊，虽然说这个可信度不大，那但是的话呢，我们还是要抱有一定的这个希望，对不对？祝他成功啊！那么，他减肥成功之后的话呢，我又可以拉一个人啊来我们一起做视频。当时我就一直跟他说，哎，我们来露脸做一些好玩的嘛。他说不，我太胖了，会影响视频的内容和质量的，我要等我瘦下来啊。然后我再这个样子做，之后时隔了2年，我再问他，哦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呀？我胖了20斤。好吧，我们祝他成功啊，祝他成功。Girl， 你不，你不要说 girl 啊 ，boy 变了，你变了，你居然5天没有更新，我至少也是，至少2天一根，是吧？平时都是1天1根的，5天没有更新，你是从哪个平台上面看到我的视频的？5天没有更新，嗯，我想到个什么？我想到了，没毛病啊！哎，不管了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了，是不是？我就那么几个平台，啊，我现在又说的话，感觉跟打广告一样的，我就闭嘴了，好吧？就那个几个平台，基本上的话呢，不出什么意外都是2天1根的，啊，除非生了什么病，生了什么病，可能最多4天，啊，是吧？更一次新，哪像逆风笑啊，是吧？感觉跟被盗了号一样的，太可怕了！最近他又开始高产了，是吧？你们要注意，是吧？高产时期一过。啊，可能就2个星期啊，3个星期啊，甚至1个月啊都不更视频的，有可能的，特别可怕。嗯，好吧，那么我们这一期的读评论的话呢，也就先到这了啊。跟大家说了啊，所有的平台你都可以留言，我都可以看得到的，任何视频下面，微博呀，乱七八糟下面啊，你发乱七八糟的东西啊，我都可以看得到的。是不是？你不要担心我看不到，都看得到的。但是你们发过来的东西的话呢，一定要有内容有质量，是吧？你要是，哎，我选一个，你们发一个，呵呵，
按一个评论，我在这上面呵呵，我看到呵呵，我就呵呵啊，他你再发一个哈哈哈哈哈，我也给你哈哈哈哈哈，我这一个视频，我一期视频五分钟是吧，全是这个样的内容，看看屌毛啊啊，好吧啊，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多评论的话呢，也就先到这个地方了啊。如果说你有什么新奇的点子，关于视频方面的话呢，你可以告诉我，我会考虑的，因为最近这个脑子不太好用了啊。那么，如果说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，不妨点一个点一个或者关注一下我的频道，新浪的微博，还有什么？新浪的微博，频道，新浪的微博，我说了点个顶吗？说了啊，那么就下期视频再见喽，拜拜。最近有点健忘了，可能是撸多了，哎呀，太可怕了。感觉我那一个瞬间。